OK，弟兄姐妹平安，早上好，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阿巴父神，感谢你，我们真是感谢你，感谢你在十字架上奉献了你宝贵的生命，所以我们所有的罪都被你洗净了。神啊，我们真的是啊，被你洗净，因你的宝血，让我们如呃天上的白雪那样的白。神啊，我们知道啊，我们靠自己是不行的。 我们这一切都因着有你而让我们的生命里面得到喜乐，更有平安。谢谢神！我们在每一天的灵修的时间里面，我们愿与主更加亲近 <coughs>。我们也渴望在每一天祷告的时间里面，神啊，求你降下圣灵与我们同在，给我们指引，让我们知道我们不是孤单的，让我们知道我们是你的儿女，让我们知道你爱我们，你爱我们远超于一切。 我们也渴望把你的大爱再传扬出去，让更多的人都能认识你。神啊，我们的能力很有限了，我们知道我们做的不够，我们知道很多地方我们服侍的不够。但求神引导我们，让我们知道我们怎么样可以在福音的这条大道上，能够把福音传扬出去，传到地极，让更多的人来转向你、归向你、来认识你。谢谢神，让我们有这样的机会来服侍你。 我们把今天所有的事工恭恭敬敬的交托在你的手上，求神引领我们，让我们能够引导更多的弟兄姐妹归向你，也为今天所有平台上所扶持的童工，神啊，我们啊向他啊向他们向你求，求你赐给他们喜乐与平安，让他们多服侍多快乐，有更加的收获。谢谢神，我们这样祷告是奉靠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好。 我们来看一下我们今天的这一卷书啊，我们今天讲的这一卷书呢是，呃，《呃，列王记下》哈，《列王记》，所以列王是有很多位王，所以叫做 Kings，《The Book of Kings》。但是呢，它分成上级跟下级，所以是 First Kings 跟 Second Kings。我们今天讲的是 Second Kings 哈、啊，《列王记下》。我们来看一下十七章哈、啊、的第四节里面讲到 King of Assyria。 所以讲到这个亚述王哈，这个是一向都是以色列在旧约时代以色列非常大的一个敌人。Discover that，discover 是他已经察觉出来，他发现出来了，发现什么呢？That okay, Hosea h, osh,、uh, h was a traitor 啊。我们昨天讲到 traitor、er、是什么？是背叛人家的人啊，是背叛人家的。所以他是一个背叛人人家的人，他背叛了。 For he had sent envoys to So, king of Egypt，啊、uh,，他派了特使去 So，哈、uh,，So 这个人是谁呢？King of Egypt，啊、uh,，所以私下里有派特使去联络啊、呃，埃及的埃及王。这个是 Assyria 这个王呢，呃，非常不乐意的，亚述王非常不高兴，哈，这个是脚踏两只船，最起码两只船了。For he has sent invoice,注意这个invoice 是特使,特使 huh? And he no longer paid tri tribute to the king of Assyria No longer 而这个家伙呢,后期啊 他也不再,no longer pay tribute pay tribute是奉上 进贡哈，进贡这件事情，他也不再付这些进贡这些贡物给他了啊，不再向他进贡了。这个很显然就有二心哈，已经心不在这里了。As he had done year by year，哈，这个有关于他奉呃进贡这件事情是以前注意 had done 是过去完成时，在过去的时候他是一年一年,年年年都这样做的，year by year，现在已经开始不做了啊。Therefore。 Shall man 呃、uh,，shall m a n i s e r seize him？所以这个 shall m a n i s e r 呢，就把他给关起来了哈。亚述王知道就把他关起来，seize him。注意这个是写作的技巧，他有些地方呢，他用 king of Assyria，有的时候呢，还有用他的名字直接来叙述哈，这样避免读者会觉得枯燥啊。所以有的时候讲哦，他是亚述王；有的时候他讲他的名字王大毛。这样子的话，让。 读的人感觉到是比较活灵活现的哈，OK，所以呢，这个亚述王就 seize him，把他关起来了，and put him in prison，把他关在监狱里面、监牢里面了。The king of Assyria invaded the entire land，哈，这个 Assyria 亚述王呢，invaded，他是侵略、攻击，哈，这个 invaded 就是不是自己的土地去攻击人家的土地，叫 invaded，哈，名词叫 invasion 啊。

And l a y siege to it for three years，所以亚述王就来攻击了。他侵略以色列的全境，the entire land，march against Samaria。哈，他这个 “march” 是指他的军队的行军到什么地方去呢？一直到撒玛利亚来对付撒玛利亚啊、uh,，against Samaria。And l a y siege to。我们昨天讨论过这个 l a y siege to” 哈、啊，这个是他包围。

这个在第九年，在他这个王位的第九年的时候呢，呃，亚述王 capture Samaria，这个 capture 是抓住的意思，那就表示他攻陷了撒玛利亚啊，攻陷 capture Samaria，他攻陷了撒玛利亚，完全夺下这个城了。And deported，又来一个 deport 哈，我们 deport to 哈，把这些人遣送到什么地方去啊？Deported the Israelites to Assyria。 他就把这些以色列人把撒马利亚攻下来以后，把这些里面的住民，这些以以色列人全部都缔结到他的亚述地方去，to Assyria 啊，拉回他自己本国去哈、啊，那肯定没有好下场的了哈、啊。He settled them in Hala 啊，在 Hala 这个地方呢，把他们安置下来，这些大批裸来的人哈、啊，这些。 战败的落来的这个俘虏，把他们安排在那个地方，settle them，是让他们安置在那个地方。h e l l a in g o z e n 在 g o z e n 的地方，嗯，the harbor river 哈、啊，在这个地方呢，这个是 harbor 这一条河旁边哈、啊，就在河的旁边。In the towns of the Medes，而且在 Medes 这这一带的这个城市啊，Medes 这些城市里面就安排这些。

这些所有的事情，不适应的事情发生，都是因为以色列人他们犯罪了，冒犯了神，得罪了他们的神。我们叫 sinned against the Lord, their God，哈，所以冒犯了、得罪了他们自己的耶和华神。Who had brought them up out of Egypt？记得吗？当初这个以色列神，这个以色列的神耶和华是带他们出埃及地的，brought them up。 Out of Egypt，把他们带上来，出了埃及。From under the power of Pharaoh, king of Egypt，而且当时是在什么的权利之下呢？当时记得，under the power of，当时那个时候埃及地是在法老王，埃及法老王的权力控制之下。他当时是带领他们离开埃及的。哈，They worship other gods，他们崇拜其他的神。 okay 当时耶和神这么不容易把他们从埃及人的手里面啊带领他们出埃及啊 worship other gods 他们就崇拜其他的神 and followed the practices of the nations okay the Lord had driven out before them 而且呢 注意前面这个 other gods，这些 gods 全部都是小写，因为他们都是邪神。除耶和华以外的所有的神，我们在圣经里面全部都是用小写哈，这有所区别。然后这些以色列人还 followed practices，practices 就是实行做什么事情。他们追随呢 of the nations，nations nations 是指那些外邦人，他们追随那些所有外邦人的所做的事情。 是他们的风俗习惯是他们所有的这些东西 The Lord had driven out before them 这些外邦人 the Lord had driven out before them 这些都是耶神 as well as同时还有什么呢 The practices, That the kings of Israel have introduced，还有一些以色列的，the kings of Israel，其他的以色列王，这个以色列的王基本上都有问题，都有罪的哈，所以他们也开始实行做追随那些以色列的王，他们所啊、呃、所立的。h d introduced，introduce 是介绍，但是在这里讲一个 king introduce 哈，王。 不会只是简单的介绍给老百姓，王只要说出来的话、做出来的事都是要照做的。所以这里呢，翻译的时候翻译成所立的条规，也就是他规定他们的。So introduce practices，practice 就是要他们做的事情啊。所以他把所有以色列王所呃。 立出来的这些规定啊，这些怎么他们也照做啊？As well as，但是很不幸，这些以色列王他们所做的都是坏事，都是神眼中看来是邪恶的事情啊。这些以色列王大部分都是不好的。The Israelites secretly did things against the Lord their God。这些以色列人呐、啊，他们是 secretly，注意这个副词哈、啊，直接告诉你他们做这些事情是。 暗中在做，暗暗的在做，偷偷摸摸的在做。所以，其实他们的心里也是有良知，他们知道这是违背他们的神的，但是他们还是偷偷的在做。Did things against Lord their God？他们做的是违背他们呃耶和华神的事情。他知道神不喜悦，知道神不悦不喜欢这些东西，他们偷偷的做，secretly。Secret that were not right。而这些都是不对的事情。That were not right。 都是不对的事情，偷偷的做。From watchtower to fortified city, they b u i l d themselves high places in all their towns. 所以这个地方就开始讲了。我们在前面讲的时候，有很多地方都讲到这个秋台没有除去，秋台没有除去。我们很多地方都提到这个地方。好，From watchtower, watchtower 是指那个瞭望楼哈，通常在这些。 呃，古时候的时候啊，这些老百姓，这些城里面多半会建个高楼，呃，方便瞭望，看看有什么哦，远方有什么地方什么人来啦，我们就这个瞭望楼，这个叫 watch tower 啊，tower 是一个一个塔一样高的建筑物叫 tower 哈、啊，所以 watch tower，OK，watch、okay, tower，to fortify city，fortify city 是指。 那些加固的城池，也就是说，旁边都有建碉堡啊，建这个军事的工事的这种城市，我们叫 fortified city 啊。从他们建瞭望楼，一直到他们建这些这些碉堡啊，这些建筑工事啊，they b u i l t themselves high places in all their towns。他们这些老百姓，以色列人都给自己建了 high places，就是所谓的秋坛。 In all their towns，在他们所有的城里，每个城几乎以色列人所到的地方都有建秋坛。They set up sacred stones，而且他们设的是什么？很多奇怪的，都是参考其他民族，因为他们进了迦南地，就跟这些其他民族混在一起了。特别是他们的老祖宗像，像、呃、啊所罗门王的时代之后，他因为喜欢异域的风情，娶了很多很多其他宗族族派的女子，所以这些。 外族人的生活习惯跟宗教信仰就整个进入以色列人里面了哈。They set up sacred stones，他们设立了这种 sacred stones 是指那种神圣的石头，他们拜那些石头像的。OK，sacred、okay? stones and a Shara p o s e s Shara 是一个神啊，一个当时拜的一个神，他的那个 p o s e 他的 p o s e 是指他的大柱子，好像一个一个石头柱子一样。他把这个神呢。 这个脸啊，这个像啊，就雕刻在这个石头上，雕刻在这个大柱子上。所以呢，咱们拜这些所谓神圣的石头啊，或者是这个，我在中国也是有很多的人有这样的信仰啊。比如说，在什么地方有个什么土地公，或者有个什么石头像，哇，这个有灵啊，有业很灵验呐、啊，很怎么样，就就开始老百姓开始崇拜，都有这样的情况哈、啊。而 Shara Pose 呢，就是一个。 神像是雕雕刻在柱子上的，on every high hill，所有的高山上哈、啊，通通都有这样的东西，and under every spreading trees，而在每一个树啊，分散开来的这些树呢，every spreading tree，注意 every 后面一定用单数。 每一个，它强调的是每一个，你不要想的是中文的汉语的说法是每一个，那就是把所有加总起来，不是不是复数的概念。但我们讲每一个人都有的吃的，这个每一个人呢是单数哈、啊，讲每一个树，所以在每一棵树上面哇，都搞了这些什么神像了，又这个又那个的了哈、啊，还有木偶了。好，十一节，at every high place they burn incense，所以。 今天我们讲的这个部分十七章呢，就好好的告诉你这些秋坛上都在干什么啊。Every high place，这个 high place 就是所谓的秋坛，他们在那里烧香，burn incense，as the nations whom the Lord had driven out before t h e n had done。他做的方法就如同，所以他们是效法，是跟着做的，如同那些。 The nations 这个地方，the nations 指的是其他的外族人，除以色列以外的这些外族人。这些外族人，whom the Lord had driven out，根本就是当初耶和华神已经把他们赶走的这些外族人，因为他们的信仰、风俗习惯，所有一切都是不讨神喜悦的，他们是非以色列人。好，所以神把他们赶出去，before them 是当着以色列人的面前，在他们面前就把他们给赶出去。OK。 这些人 had done, OK, as the nations had done，他们这些民族所做的事情，所以以色列就效法他们，跟他们一样了。呃，借了秋坛，上面烧香，可能拜他们的偶像啊，什么乱七八糟的这些。这些人，可是这些风俗习惯的来源，当初他们都是不讨神喜悦的，是外民族，是耶和华神把他们赶出去，当着以色列人面赶出去的，还是这个样子哈。 They did wicked things. 他们做一些很呃邪恶的事情啊，wicked things that provoked the Lord to anger. provoke 我们前面说过这个话哈，它是让什么挑动、刺激什么人，OK？让这个这里地方呢，就是让这个神，OK？惹的神不高兴了，OK？Provoke、okay? the Lord to anger. Provoke to anger 就是呃让这个神呢就不高兴。 让他生气了，OK，让神很生气，所以他们做的这些事情都是让神非常不高兴的啊，provoke to anger，惹怒了，基本上惹怒了耶和华神啊，惹怒了耶和华神，所以叫 provoke to anger。They worship idols，idols 是 idols, 偶像哈，不管雕石头上也好，树有树神，石头有石头神，呃，也许弄一个什么什么什么像。 这个就叫做偶像，哈，他们崇拜偶像。Though the Lord has said, "You shall not do this." 虽然哈耶和华神已经说过了，你们绝对不可以做这件事情。"You shall not" 是不可以啊，do this。但是他们还是做啊，他们崇拜偶像。十三节，The Lord warned Israel。这个时候啊，耶和华神是警告以色列人的，and Judah, OK, Israel and Judah。 不管是南国北国，不管以色列、犹大，耶和华神都警告过他们了。那怎么警告呢？警告的方式是 through all his prophets and seers，OK、okay?。所以呢，他就透过了他们所有的先知，OK，所有的先知的透过他们来警告他们，OK。好，这个地方呢有一个 seers，哈，seers 呢是有先见之明的人。 有先见之明的人啊，所以呢，他就透过这些先知、有先见之明的人啊，或者是有特异功能的人，透过他们来警告这些老百姓：Turn from your evil ways，Turn，Turn turn 是要转向，你转离开你这个邪恶的恶行啊，evil ways，你们要 Turn 要转向。 Observe my commands。注意这个 observe 在这里不是观察哈、啊、Observe my 如果用在神身上，observe God's command，这个就是遵守、谨守啊，他的诫命哈、啊，诫命。所以这个 commands 是神的吩咐，神的诫命。Decrease 呢是律例，好就一条一条规定好的，这个叫 decrease 哈。In accordance with the entire law，要遵照。 in accordance,遵照說呢,什麼呢,整個全部的律法,the okay, entire law that i commanded your fathers to obey,這個是我命令你們先祖your fathers你的先祖先輩要遵守的事情,這所有的律法你們都要遵守,and that i delivered to you through my servants the prophets.or我把怎麼把這些律法給你們的當時我傳給你們deliver to you Through 透过 my servants the prophets 透过我的仆人这些先知们啊，神是透过这些先知们把这些律法都告诉这些老百姓，都有传给他们的。But they would not listen. They would not listen. 就是他们不听从。Would not 是他们不愿意，就不听从。 And were as stiff-necked. OK，注意 stiff-necked neck neck 是脖子哈，后面加 ed 表示这是一个形容词的用法。stiff neck stiff neck 这个脖子很僵硬啊，这个是硬颈哈，硬颈表示这个这个人是很怎么讲，很顽固的哈，不听从的叫做硬颈。 这些人都是 stiff-necked 啊，我们可以讲说，啊，某一个人是 stiff-necked 的，这个人就是非常应景，就是不听话的哈、啊。As their fathers，他们呢就如同他们的先祖先辈一样应景不听话哈、啊，很顽固的。Who did not trust in the Lord their God，他们不相信不信福 d i d not trust，不相信他们的。 耶和華神他們的神啊,to trust wholly upon in", trust, in", trust in the Lord their God,好,第15節,they rejected his decrees and the covenant he had made with their fathers.他們拒絕,reject his拒絕,這些老百姓啊,以色列人拒絕他的律例啊,這個decrees是一條一條法律的細則的規定叫decrees. And the covenant, Hayo you tamiye rejected, a juju. Take a year, she, he had made with their fathers. Ha gan so yo Isaiah and the sienzu, sienbei, so a the year, Tammy a And the warnings he had given them, how you know, Tammy a juju, take a sender, tingo, sender, tingo, Tammy, he had given them, get Tammy a tingo, they follow worthless idols. 他们追随的是什么呢？worthless 和 worthless worth 是一点价值都没有的啊，一点一点价值都没，一点都不值得的去崇拜的，这个叫 worthless 哈，一文不值的啊，没有什么价格，一文不值的，毫无价值的,价值的这些偶像，and themselves became worthless，因为他们相信的是一文不值的这个偶像，所以他们自己也变成毫无价值了，也变成一文不值了。 啊，他们崇拜那些偶像是一文不值的，所以他们自己本身也变得一文不值了，worthless。They imitated the nations. Imitate, imitate 是模仿、啊，他们就学习模仿。 The nations around them, the nations 指的是那些其他的外族人，在他们身边的这些外族人，当时在迦南地有很多的外族人，这些外族人一直都没有清干净哈、啊，所以他们就学习他们，模仿他们。Although the Lord had ordered them，虽然这个耶和华神已经命令他们，都已经命令过他们啊，说什么呢？Do not do as they do，你们不要做像他们做的事情。这个道理就好像。 <coughs> 你住在一个社区里头，这个社区里的孩子可能都有不好的行为啊，他们做没有一文不值的事情。但是为什么孟母要三千？如果没有三千，跟这样的孩子做邻居的时候，你就会学他们这样做。虽然你的家长跟你说，哎，你不要做那些孩子们所做的坏事情啊，但是没办法，你在他们之中跟他们一起玩，你最后就学着他们一样了啊。 所以神说，Do not do as they do，不要做像他们做的事情。And they did the things the Lord had forbidden them to do。但是这些，这个 they 指的是以色列人，他们以色列人还是做 did the thing，他们做的事情是神 forbidden，forbidden 是拒绝，神阻止他们，OK，严严格禁止他们。 禁止他们做的事情，但是他们不听啊！他们还是一样继续的做这些事情啊！这个是很不好的哈。Forbidden 是禁止，有禁忌，禁止你们这样做的啊。Forbidden them to do。好，十六节，They forsake, forsook、ok,。这个地方是 forsook、ok, 啊，所以这个是离弃了啊。原型是 forsake，这里是 forsook，过去式。All the commands of the Lord, their God. OK 所以他们离弃了所有神的诫命，神规定他们做的事情都没有听。Their God and made for themselves two idols cast in the shape of calves。然后他们给自己，made for themselves，给他们自己做了两个偶像，two idols。这个 cast in 哈、啊，这个铸造的哈、啊，这个注意，这个 cast 是。 铸造，OK，这两个大偶像铸造呢是什么样的形状呢？In the shape of cats，cats，calves, calves, 注意这个 L 是不发音的哈,哈，cat，cat，cavs，l e 他们造的形状是两只金牛肚，两个牛肚，牛肚，牛小 baby 牛哈。a n an Asherah pole 还造了一个 Asherah，Asherah 是我们前面讲过这个神哈，它的一个柱子哈，拜了拜它的柱子。 They bowed down to all the star, uh, starry host, hosts and they worship bow. So they bow down, this, this, the to all the starry hosts. Starry hosts the the okay? 这个星那个星啊，所有的他们都可以拜啊，拜这些东西。然后呢，天上所有这个天象的这些东西，他们都拜他们。And they worship Bel，Bel 是巴利啊，巴利。所以天上的星星啊，这些什么星座，这个他们也拜啊。然后呢，也侍奉巴利。They sacrifice their sons and daughters in the fire。哇，这个很恐怖，他们把他们的小孩儿。 儿子女儿 sons and daughters in the fire 在火之中把小孩子丢到火里面去，呃，牺牲把他自己的孩子牺牲了啊，然后用来怎么样 <c oughs>？They practice divination div and sorcery and s o l themselves to do evil in the eyes of the Lord. 好、okay?，他们做了很多邪行、邪邪事哈、啊，邪的邪恶的事情。They practice 就是他们做。 Practice 是 do 的意思哈，他们做做这些占卜的事情，divination，sorcery 是巫术哈，and s o themselves to do evil，还把自己卖了啊，又出卖自己啊，卖了自己呢去做邪恶的事情，do evil。这个邪恶的事情是 in the eyes of the Lord，在神的眼中看来是非常邪恶的事情，所以这个就让。 啊，更加的激怒了，惹怒了耶和华神，provoking him to anger。啊，我们又看到了这一句，这个描述的方法 p r o v o k e to anger，就是惹怒了什么什么人，激动，就是惹起了什么人的怒气。哈，provoking him to anger，让神更加生气了。他们所做的事情太邪恶了，so the Lord was very angry。 with Israel，所以耶和华神非常生气，对于以色列人太生气了。Remove them from his presence。所以 remove 是把他们移除，从他的面前把他们移除，也就是从他的面前把他们都赶走了。Only the tribe of Judah was left。所有支派都赶光光了，只剩下一个支派，犹大支派，Judah。OK。 Only the tribe tribe should派的意思 And even Judah did not get the commands of the Lord their God, They followed the practices Israel had introduced. 他们也是追随 practice，OK？、Okay? 他们追随 follow the practices，以色列人所立下来的这些呃规定，他们也遵守，OK？所以走着走着就走歪了，是吧？以色列王的这些规定的东西都走歪了，OK？好，二十节，Therefore，the Lord rejected all the people of Israel。因此，耶和华神他就拒绝所有以色列的子民，他拒绝他们了。 They, he afflicted them okay afflicted them afflicted就是使他們受苦啊,讓他們遭受破害,這個叫afflicted. Afflicted them and gave them into the hands of plunderers. Plunderers啊,注意這個地方,他把他們呢,因為神非常的不喜悅,okay,所以呢就決定要把他們交到這些 Plunder, plunder 是掠夺、侵略。OK，啊、uh,，比如说抢劫啦，盗贼都可以叫 plunder. Plunderer, plunderer 再加一个 er，这个指的是掠夺者哈。凡是那些，所以就把这些以色列人都交到那些掠夺者的手上。什么人来侵犯以色列，神就让他们成功，把他们交到敌人的手上。了。Until he thrust them from his presence. OK，一直到他把他们整个 thrust，注意这个 thrust，T H 是是气音哈，thrust，OK，thrust、okay? th 呢指的是就是把他们推出去，OK，把他们整个冲击推出去，大力的推出去，from his presence，呃，一直到他把他们整个从耶和华自己的面前把他们推出去、赶出去为止。 OK，好，我们今天可以讲到这个呃二十节哈，讲到二十节，我们停在这里，然后我们把屏幕交出来给童工。